头顶痛，头顶痛，我是看到那个脚啊，在上面，脚在上面，脚在上面，往下跪的感觉，这个时候就有股力量在往下压，压头顶了，压头顶了以后感觉有点往下跪的感觉，往下有点跪的感觉，有股力量在往下压，又在往下压，现在我现在在做试验啊。在压的时候，作用力在不同的部位，比如头顶、肩膀、腰、上腿、膝关节啊、脚啊，就不同地方压力的时候，人体的那个就身上的感觉感知之类的啊，正在做这个实验，做这个实验啊，正在做这个实验啊，所以压头顶压肩膀然后压腰部压上腿、膝盖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知道了。他们还这些都一步步去做一个一个去做知道了再见啊，再见啊。